105年全中运跆拳道品试竞赛4月20号上午在台东体中体育馆展开，共分成国高中男女个人组、国高中男女混双组及国高中男女团体组。台东体中高中组男女混双第二队彭玉祥、许佳宁以总分6.87晋级4月21号的复赛。台东体中国中组男女混双第一队李成伟、李梦婷，第二队陈龙、王运竹也分别以总分6.83及7.12晋级4月21号的复赛。古三点采访摄影。